下面请收听本台地方新闻。本台消息：昨晚十一点二五分左右，在台北市成功园边发生一件凶杀案。据警方调查，死者外号乌皮，是一位不良少年，主嫌林坤明已经被警方扣押，以上法医侦办中。小林，小林，公公，这是熟悉的。哎呀，坤明，这都是我托你的，坤明，请你原谅我。也不会用钢来切手套，另外，为着你咱之间的，我莫说来。我现在就按照向你赔罪就好。就会，但是已经发现了，你也免自己出头，我也不知出后，这么完整的事情，我是要怎样？难道这一切？敢是命运安排？你是无辜的，你是为着要救我，才来误杀第四人的。这个一切，拢是我害的，可是拢是我害的。对，你怎么了？咱们这个时间，真是不可能。可明，你来保重我。不会，可明。Thank you.